答案。你觉得如何？他很适合吗？说对。好，他不想发表意见。没什么，好好好，对。对，那你可以做自然。没有，我们这样有一个画面很协调，对。我们是要唱歌吗？对。因为在 EZBY 台上能够同时有两位歌手还蛮难得的啊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唱歌的风格差蛮多的，可是没有想到配合唱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点歌。好，但我们会选歌。想要听什么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其他的下周再来，不该太新了，还没有追上。你是那个张惠妹跟那个周杰伦的，还没啦，还没，我们还没进，我们屋顶。手心的蔷薇，你最珍贵，最珍贵，香槟海，海海云之，九星酒店，香槟金桃吗？海波拉，爱情海西坡，金钱钱，都给你包赢了，到底要唱什么？希望的星星。你会唱？我都会唱啊。那你自己唱。好，我们就自己决定啦。好，好，他们刚刚也有讲到。就来一首《一眼瞬间》吧。Yeah.